2015年美国纽约研幼院的110岁大寿，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在那一刻，摄影师捕捉到了一个罕见的瞬间，展示了他非凡的精神状态和优雅气质。镜头中的严幼韵身穿一件鲜红色的旗袍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的生命力与热情。他端坐在椅子上，姿态优雅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，只为他一个人驻足。